视力衰退和视网膜脱落未必有任何先兆，所以每年做眼睛检查就可以及早发现，避免眼睛严重受损。吴医生会透过先进电脑仪器为你的眼角膜、视网膜和眼底视神经作详细检查及评估风险，令你更安心。珍惜你和家人的眼睛，定期检查不可缺少。看得清楚，学得更多，眼睛护理从小开始。